到的是跟他一样的玩具，是一样的哦。我们打开来看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今天要打开的是这个同样这个盒玩系列的第三盒。我们上次有介绍过，就是它总共有四盒，我们现在收集到了第三盒。然后，那我们把它打开来看看吧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盒子，之前我们没有介绍过这个盒子，这里面呢，其实又把这个盒碗就是。四盒里面，就是里面的那个配件要怎么组合，都把它印在内盒里面。讲话好 K， 内盒里面就是还蛮妙的一个设计，这样就也节省那个说明书纸张的那个印刷。第三个的角色有一个很像那个转台，然后跟那个 James。哦耶，我们组好了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他们的东西好不好？它如果旋转的话，就是可以像这样。对，稍微有点卡，但是像这个样子。好，然后呢，它上一个就是第二个的恐龙头就可以接在这边，然后恐龙头还可以打开。第三盒的那个 James。就长这个样子，然后一样那个图车身就是有一部分是靠贴纸完成，然后我们来看看，这个是第二盒的，这是第二盒的，然后我们让 James 来试试看 ，James 可以转起来了，耶、yeah, ，可以耶，有没有转起来了？转起来就变像这个样子，啊，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下来的时候会有点卡卡，就是可能要练习一下。后头龙。哦，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结束喽。拜拜大家，下次再来介绍，拜拜。是吧？是牙齿吧？哦，对耶。好，那我们把它煮起来。这样，煮起来长这个样子。咔咔咔咔咔。